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在 Upstate 一个瀑布里面日志里了。山林景色。等。我可以爬山。嗯、哎呀，有人在那边呢，有个女人，穿着比基尼，看到没有？哎，哇，这个有人在冲浪啊！有个女人，有没有看到？有个女人在瀑布里面。Hello。冲浪的女人，这个哇，身材不错耶。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哪里啊？还有一个那边的，没有过去了的。啊，没来过去好不好？美人鱼哦。另外嗰個我睇唔到喎，哦係啊，有一個。都出嚟啦！哇，你死開啦！佢有邊個俾你丟曬架啊？真丟架，你睇，聽到喺度發頭先震篤喺度。不錯，這裡是上周的一個徒步，就是有個老外美人魚在這裡。你看看有一個這麼大的，這個人太多人了。是啊，小的，因為我們應該是小的，因為有一個大瀑布要走路半個小時，我是不太想走，就先來一個小瀑布看看有沒有。這裡附近是很多瀑布的。Cascade 真的一個山林水系的地方。哇，呢度有人去，好多人啊！啊，系啊，佢可以爬，系啊，即系爬山，爬山，唔好叫人啊！哎哎呀，嗰度真系仲有个喺树下下边，还有呢个美女，但呢个冇，啊，听几听都见到女人呢个评价一番啊，真系。好似著成咁嘅，咁你又俾人睇啊嘛，真係。上面仲有一個喎。喺度有一個話，你睇靚女就真係啱曬你。唔係中國人喎，中國人。有中國人？中國人嚟嘅。美人魚？唔係，着衫嘅。着衫啊！幾有睇頭啊！唔怪得啊，聽到喺度眼碌碌。都係個介紹好地方嚟，你係、哦、你多謝我喎。覓食就要揾阿 Kenno 哥哥啦 ，OK。吃喝玩樂要揾阿 Kenno 啦，啊，專業導遊，幸福點，唔係幸福旅遊嘅專業導遊，係嘛？哇，好型喎！嗰度講我，就算冇幾萬個。我俾翻度我都唔敢衝，哇！你唔好凍啊，都得嘅。啊，青葱瀑布啊，青葱瀑布好凍㗎。係啊。幾個靚女喎。不過你有冇去過貴州啊？嗯，貴州黃果樹瀑布，黃果樹世界第一。你去過未啊？我都上去啊！唔係就花果山水帘洞咯，即係《西遊記》嗰度。哦，咁啊 ，OK， 上嚟嗰度，好。
你知道應該一二三啊 ，OK， 一二三咁落嚟喎，好。少行兩步就好，係咪啊？係 ，good。呢嗱呢個都 OK 啊。嗯。仲有四條添啊，一二三四啊。呢度先係真正靚嘢啊！靚嘢靚嘢靚嘢。哎呀，我係中意新主人嚟嘅。嗯。花果山嘅水蓮頂。我啲豬精啊！哈哈，豬精啊！嚟個豬精。唔得，我再放一张呢度，好，我企喺呢度。喂，你坐喺个石度，坐呢度啫。我仲用一个喎。咁就系咯，我仲用三个啦。仲用一个喎。四个咁真系。哦，聽到係話四個美女，係咪你又話瀑布？人哋聽到啊，想講靚女啊。唔係，佢講瀑布，佢講瀑布，一二三四。咁你話講瀑布定講靚女先？我係講瀑布咁啊。得啦。係啊，我睇緊。呢個綠色咧，呢個石頭上面有光，你塊面嗰度就有光。嚴格嚟講，三個又邊啊？三個係。三個。一二三。都算係咁噶啦，都係咁嘅瀑布。幾時啊？唔好覺得自己失色啦嚇！唔係啊，我主要影嗰片啊。我佢主要影影影後邊嗰個景啊。感受大自然，包围又批批啦，他在群里说，他在我们一二三四五六群，不要把我忘了。他在群里啊，好大了，可以。好啦，差不多了。